这是一集混合集，不是同一天拍摄。凌晨一点来到了吉打鱼商，然后呢应该就睡觉嘛，睡觉那个扁扁鱼没晒工来冰啊，扫地啊，扫地Later. 据说有间餐厅是隐藏在鱼商里面。今天来探店一间餐厅，是需要从这个后门走进去的。蓝蓝茶餐厅，走啦！进这边门，要单啊？要什么？要单啊？给谁？他在吹大牛门。啊？单位单。招牌黑狗鸡，酱油鱼。
桑白虾，炒青菜，这个门一般上是没开的，只是我好奇下前面是哪里。来到这间泰式餐馆，这鸡肉还有点红红的，是特色。吓得外婆蒸了再拿去烤。瞬间觉得我的脸好小。来探店这间在 Patton China 的 Cafe， 之前被火烧了之后翻新一下了。遇到另外一位博主，打卡韩国便利商店，来到这里是二条路乐乐。
在我们在这边是一条路华托馆这边。这里售卖火锅和烧烤的料。这便是火锅底料和一些杯面。海鲜类这里都有。还有一些零食小吃饼干。各种各样的点心包类。饮料制作辣酱。吃着美食，享受着的瘦下来。制作澳洲有机燕麦片，低糖高纤维营养高。海珠大伯公庙的晚餐，只有星期四、五、六晚上6点至11点才有营业。